炮声响不停，就情歌调不断。姚明助理福建去救，是福建云提来就伊。你若是敢变鬼变怪，你著准备休息。你勇敢，我都要我陪你去耶！哎，一路行。歹事做一遍，江宏杰安怎受到上大的报应？敬请准时收看《三立台湾台29频道《好啊声》。你从阿拉家里下面送的？钱吴家云提过来就好，姚明助理负责去救。啊，不过你干哪会当爬楼梯？你从阿拉厝内底要创啥？当然是甲你杀嘞！安尼，恁母仔囝的死，明仔载就会变作是新闻的头条。你别笑哎！你还会救我的命？你还会救我的命？志明，今天老不定啊，请你打电话叫你妈放人。真好。你讲咩啊？我阿伯又搁出另外个代志啊！我拜托你。红姐，林志明刚到位啊，妈，让你看一下姚明珠，即马有偌狼狈。袂输一只流浪犬呢。其实姚明叔甲因囝林志文团圆这是好事呢。下面我得来买炮啊，放炮啊，就庆祝一下。江宏杰，你都为哪个出嘴？你到底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你好啊你啊！你都咩啊？你要看你好吗？我拜托你，我唔好叫这样有天理的。你这个天公伯就参照你同款是青梅啊，都是人咧讲的。天公伯你无目睭啦！我不准你啊！是讲为这尼啊关键所在落来，叫救护车应该是袂，要叫什么车，你应该真清楚。